你们到达灾区时焦灼的眼神，忘不了尘埃满天，你们亲临现场忙碌的身影。感恩呢？对呀，上人不是教我们要感恩吗？因为这么好的学校，上人提供的，所以应该要感恩。在大陆的中评学校的，我们的瓷器所建的呢，也是名列前茅。哎，转圈。新学校，新管理，一至两个月之内，我们学校要无垃圾可捡。感觉修得很朴素，很让人有美妙的感觉一样，好像有一种到大自然的一样。觉得新教室的设计，这个包括教学设备这些都非常的人性化，对于我们同学来说，这应该是第一次接触啊，第一次接触，非常合理啊，非常合理的，而且也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教学。不管是造型啦，不管它的品质啦，都很尽心力。很诚意的为他盖好个安全巩固的，这就是真诚的心，付出的爱。契丹从前是庙方，前不知足保安康。因为我看到小猪被剪尾巴，小鸡被剪爪子，很心痛，他们很可怜，很残忍人类，爱护小动物，保护大自然，吃蔬菜，节约用电用水。由于接受刺激过后，我的心态放得非常好，付出就是付出，不一定要取得回报，只要是开心那就很好了。当老师为学生，老师心，菩萨心，同时也是父母心，那是真诚的父母心。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不是呢职业，是志业，不是为生活而教育，是为思维教育而生活。我们要把这个爱，主要是把爱传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慈济，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慈济的活动，带着有价值的生命，有来人间的宝贵的历史，在生命中，这才是呢，活在人间的意义呀。